这段好，铁锋，你是写外行啊你啊！你这叫的好都没落在点上，你不是存心来捣乱的吧你？你管得着吗？我就觉得他这个地方唱的好，怎么了？行行行，你觉得好就是好啊，反正我也是看出来，你不是给戏叫好，你是给人叫好。你也当上捧角专家了，我就觉得生戏蕊最棒，怎么了？同辈同行的，没一个比他强的。